娘，你那个脸盆借我一下，我去洗个衣服呗。拿去吧。你这干啥玩意儿呢？看不出来啊。哦，你这搁这设计新款拖布呢是吧？那你啥眼神啊？我在这设计服装呢，服装。这眼神怎么的了？拖布。就你这，你可拉倒吧！就你还设计服装呢啊？人家设计服装得是人家专业美术学院毕业的。学了那么多年，你看你啊，小学美术考试开卷都不及格的货还设计你真设计拖布吧你。子栋，你看这个时装杂志啊，你就看这里边的设计哪个比我强，你就看这个。哎，这不就是一件普通 T 恤上面印个心吗？你说跟我这个比怎么比，他不完败吗？得了，那个我也不耽误你搁这设计拖布了，然后我去考点名字啊。你哪去了？小宁，你看不看见我车钥匙啊？哎，你别打扰我，我这设计服装呢，你给我上那边找去。干啥呀？做窗帘呢？什么玩意儿？做窗帘？你这不你们这眼神都怎么的了？设计服装，设计服装呢？一会儿又脱裤一会儿出来。哎，正好差不多了，阿丽，来，你帮我试一下，要行的话，以后我就请你当模特。可拉倒吧，我才不试你那破玩意儿。再说你怎么还可能会设计服装呢？怎么的，瞧不起我呀？我怎么的也是在国外受那么多年艺术熏陶。你没听说过有句俗话吗？